同学，在，我要听凯叔讲故事。播放凯叔讲故事113，马修的梦。一句话的事儿。小矮同学，在，摇滚乐。好的。一句话的事儿，擦擦手，让那小音箱给咱整段戏曲听听。小爱同学，在，来一段戏曲。为您播放经典戏曲。一句话的事儿，小爱同学，别擦了。一句话的事儿。小爱同学，我在，帮我记一下，遮光窗帘高2.8米。没问题，我帮你记下来了。一句话的事儿。小爱同学，哎，提醒我15分钟之后煎面膜。好的，15分钟以后我会提醒你煎面膜。主人，该煎面膜了。一句话的事儿。小爱同学，哎，取消凌晨2:30球赛的闹钟。好的，已为您取消。一句话的事儿。钱包、钥匙、手机呢？小爱同学，在，我的手机呢？已为您查找手机。一句话的事儿。小爱同学，在，大象怎么叫？小爱同学，哎，我想听下雨的声音。小爱同学，我在，我想听蜡笔小新的声音。动感光波，一句话的事儿。别玩了，赶紧把地扫下。小爱同学，我在，放扫地机器人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一句话的事儿。